谢谢西游王雪儿的大火箭啊！感谢感谢感谢。左下角的二维码，记得扫描一下啊，兄弟们。回复一下孙悟空，然后呢就可以玩游戏了，就可以注册一下，注册就送一块。A 一下，EA，A 往左拉，A 再 A 往后拉，插眼往前 A，往前 A。好一个 A 闪，我吓死了！还 A 闪，跟我俩搁这着，还 A 闪。二级直觉个 W 一上来点，很多小兵啊，他不敢跟我们打，走回家了。有个小饼干，正好我们可以买瓶药，700一个药光加个小饼干。有些人可能要问了，哎呀，卖饼干买血瓶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卖饼干买血瓶啊，血瓶会比饼干回的血多，并且饼干卖了也可以加蓝。能了吗？他现在是三级啊，先不跟他打。他升了，我们 EA 收兵。那选个区呗，我的应该也不行。记了破骸骨，好 Q， 让我 Q 一下。这么猥琐的 Q 都不给 Q，EAW 先补个车加双 Q，A 一下，再 A 让他打弱点没关系。好猥琐啊，这他都不敢打了。一上来把 Q 一下，干嘛？EA Q。W 换 Q， 闪现平 A 死了。这个血量应该是刚刚好能死，回家了。1100，呀，银马，先吃个小饼干 ，Q 一下，别着急。EA 点盐平 A， 这是怕我钱不够啊！谢谢我马哥啊，谢谢我马哥。我爱你马哥。先来个妇孺之夫带双皮鞋出门了。还是带个药吧回来。剑姬可能一会儿要跟银马吵架了，我觉得。我们下路是这个什么玩意儿呢？熔铁少女，是这什么什么熔铁少女，给我整事儿了，开始整活了。我下把来一个，这波直接 EQR， 我没想到他上来就直接就挡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WQE。你干哈呢？姑俩还秀上了，小伙子，啊？你觉得你秀得过我吗？我用这些花里胡哨吗？
不好意思，我的装备有点猛。吃个饼干，他肯定扣我们往上面 W， 这没办法，用伤害把我冲死了，要不然这一波我往上 W 应该是死不了。好吧，好的，出门吧，药我也不涂了。这波不快点出门，我们吃不着兵线了。哎，你好，打不打？到底打不打？这回我知道了啊，我一上去他就直接就开 W。哎，我们这回呢一上去以后不转 R 了，哎，这回再转 WAQ 一小兵死，我还是一下小兵吧，防止他不死。他应该传送还没好，抽一下，我好像差了1000啊，不对，够了，三下了，可以啊。是谁中奖了啊？记得把你注册账号的那个 ID 发一下子啊，还有支付宝跟姓名。学不来呀，猴哥，什么学不来？你想学什么，猴哥都教给你。我现在要把我10年的功力，用我的右手与左手，鼠标键盘传授于你。你想学什么？为什么我的E能E到人，你的E不到人？你得知道这个英雄的机制啊。你看比如说这波兵，如果这个剑姬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刚才就可以E第二个兵来E到这个人。比如说现在前排有一个兵，我E这个兵一定能E到剑姬，他因为他是这个分开散开的这个E，你知道吧？这是要跟我拼一下的啊！这是要跟我拼一下的，这得赶紧闪现把他杀了。11分钟，呀，这塔拆的有点快啊！打不了一手往右走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 A 人了，我没想 A 他的呀，我就点着人马了，怎么显形了呀？我天哪，这波能显形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！这人马我能杀的呀。怎么显形了呢？先来个布甲还吧，这不行，不来布甲还
猴还是得水银海。哎呀，气死个人呐！这下件装备，破败九头来一个，来个九头吧。哎呦我这指头人 ，AP 的吧、啊、，AP 的。泽拉斯这波不好杀，我们回上路收兵。进去吃我们的塔皮，让他吃，跑不掉，不好拿走。A Q， 他不放，我不放。他不放 Q， 我不放 E。Q E A 死。我这得有续航。蓝 buff 不知道有没有，瞅一眼啊。我感觉应该有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点了一下，银马可能会来啊 ，Q 他一下，可以杀了。E A 点燃 W A 接双 Q 转起，银马来了。搜一下 ，EA 转起来呀，没转，可以吸血抠一下，打不溜，不行了，这银马不好杀了。他如果刚才敢上来一点点，我就能杀。回家吧，来个提亚马特，这把出九头，这勇铁少女跑的是真慢，275的移速，找到这剑尖儿，先收兵。A 打不了 ，A 接双 Q， 别着急，挡一下三项袭击 ，E A， 跑的是真快，这英雄，交闪吧，嗯，这一兵这一波杀他其实不是目的，你知道吧？目的是收一波兵，顺便杀他，他没有我这边兵值钱。把蓝打了去，算了，先杀个德拉斯吧。呀，可以啊，石头人，石头人应该是要被银马给踹死了。把这银马的三狼给他打了，再把这银马的蛤蟆给他打了。
其实我这把要单带的话，我可以先出十五，一会儿等着银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先杀这银马啊，再杀这剑姬。剑姬的英雄不好杀，他有挡，而且他位移很多，银马没有几个位移。银马到底来不来？我想问一问，到底银马还来不来？银马到底来不来？哎呦我操！你怎么就知道跑？你不知道回头打一下吗？那都挡住了，大招不放。我就发现这银马呀，每一回都是我血少他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血不少，他从来不来。我双 Q， 我长不长？从来不赶客，我不主动赶客，永远都是我失血了，我把这个剑姬给杀了，他跑过来踹我。传送回家了，我先把死骨除了。把死亡之舞一除就厉害了。德莱文两件装备有点好。EA 打火溜 ，A 接 Q， 接平 A， 平 A， 接 Q 死。德拉斯尿啊，一个没尿着，晕我，对不起，你俩都得死。这银马打不过我们，我们死亡之舞，减伤35%，顺便收他个小三，小 F 六，小鸟。我们上楼收兵。嗓子里有个痰，咳不出来，有点烦。扫一下，找一首这德莱文。哎，好，对，就杀我。那石头人上哪去了？那石头人刚才不是说好了，那石头人过来，我们把德莱文杀了吗？怎么变成我死了呢？我靠！这把我决定卸手不出了，我要出黑切。我说句实话啊，这个永铁少女，她这个大招，感觉有点鸡肋呀。他那大招跑得好慢啊，他还不能 R 闪，你小心点上面人啊。他要是给人能拖的时间再长一点就好了，或者是拖的时候跑得快一点。吸不住人。玩白银爵被队友带飞。那女枪没刺杀之前444。
你瞅一瞅他的战绩像不像现在你的状态？你别叫我猴哥啊，我可不是你猴哥。跑得真快呀，这就跑。你们杀我，尤其是这锤石，你敢杀我？我给你头给你揪下来，你敢杀我？德莱文可以杀呀，这么狂吗？这德莱文狂妄，真是狂妄。刚才好像说错话了，揪头好像不好，把你灯笼给你揪下来。感觉应该也行，我没说揪哪个头啊，这真敢往上上的锤死。下路这是打出自信了呀，我一看揪一下 EAA 卸手，居然是卸手。回家出黑切，其实我就出这个也行，但是黑切加技能极速，现在优势挺大的，让他们去团去吧，我们上路跟剑姬带一带。直接 Q 死他们 ！Q 跑的是真快，真能跑！我都算那种追人都挺厉害的了啊！我从二塔一直追到他这儿，真能跑！几个人啊？又杀的锤子，别人不杀。回头一抽，哎呦我，哎，这英雄好像挺厉害啊！抽一下，走位，走位 ，E A， 抽。哎，这英雄大招好像还挺厉害，我突然之间发现，好像不一般啊。挠头是吧？哎，挠头是吧？小泽，小泽，你废了，小泽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有一套装备。他的名字叫做穿甲猴，你可能是不想活了，我发现敢在我这挠头。你不要逼我出一下那种装备啊，小泽。
这也是好勾啊！我们只要把这小蛇给他杀了就可以。小蛇，德莱文没在。猴子猴孙，猴子猴孙，来自真假猴王幻象，被来自敌方英雄普攻或技能命中的次数。为什么我脑袋上有一颗钻石啊？这个钻石是什么东西？